蔡卓妍呢日就参加电影工作者总会春茗，啱啱同好姊妹容祖儿喺北海道旅行翻嚟嘅阿 sa， 即刻就去睇咗两场郑伊健演唱会，伊健仲令到阿 sa 好感动啊！好开心啊！真系好正啊！郑伊健超正，我之前帮佢拍佢嗰个演唱会嘅 promo 嘅时候，我就点唱咗首歌。咁嗰首歌系比较冷门少少嘅，我未听过佢唱 live 嘅。咁佢就应承咗我喺演唱会唱俾我听，佢又真系唱咗咯，好感动啊！佢咁多场，净系我去嗰场有唱。作为金像奖影后的大热人选，阿 sa 对自己又有没有信心呢？即是呢如果说没有信心呢，那又好像太看不起自己了，太虚伪了。如果说很有信心呢，那又太过不谦虚了。所以我觉得我的答案是随缘。